第五题，下列哪个行动对垃圾减量没有实质的帮助 ？A 选项以瓷杯代替纸杯，以便当盒代替环保餐具，有啊，这是减少垃圾了。B 选项少看书，多以纸张，啊，以减少纸张的使用，啊，这个是错的。啊，第三，把铝罐、铁罐、保特瓶分别投入回收桶，做回收的动作，正确。第四，出门购物购物的时候自备购物袋，就减少垃圾袋的使用，正确。好，所以答案选择 B。